龙妈妈你好，你好，我来介绍你的人生。你较早是做啥物？我较早是卖衫，嘿，啊卖几年？卖30年，伫嘉义，嘿，啊拢伫百货公司，啊嘛伫家己自营，嘿，然后就总共30年这样。啊拢卖女装吗？嘿，少淑女的，嘿。那后来是怎么样移动到这个国信？啊，因为那时候就做到后期的时候，我就是。生病了，就大肠癌第3、4期了，然后后来就想说就先把身体医好啊，还要做化疗这样，然后化疗做完了以后我又回到职场上，就生意就比较没那么好，因为现在实体店面不好做。你整个抗癌的过程大概多长的时间？差不多1-2年，就比较没那个气力去经营我的那个店。再回去的时候，生意就没那么好。然后后来我就想说，我儿子都是在饭店当主厨啊，然后也很会做菜，上海菜、川菜、日式料理，还有那个，就是他蛮多菜都会做，很厉害。我就想说，不然他做给我做，我来卖啊那样。我们在开始等做生意，跳动很大，因为我觉得说，你拢伫个冷气卡，你知道？逐工拢装水水啊，拢有冷气通吹。即马来遮落个，足热，落大其实无好做。毋过我感觉物件好食，我想要推广予人客。所以你就是卖衫到卖食安尼哦？嗨，对，跳动很大啦。真的。系啊，我在嘉义做1年。可是在那边呢，房租比较贵，加上水电费1个月差不多35000。在那边做了1年，后来我又跑到二水在那边也待了快差不多5-6个月。后来我觉得这样不行，因为料理好吃，你要有人炒，你有人炒你才有钱炒。对啊，后来我就想说。在找也碰壁的，那时候是真的是让我蛮难过的。那我就不知道要去哪里。后来我就去紫兰沟，去拜拜。那时候我又喜欢草屯、埔里，还有就是国姓，3个地点。2个地点我也都有去找。现在我是在国姓，国姓我比较喜欢，路很单纯。然后感觉让我比较不知道我的直觉，后来我就去那边卜杯的，有公，他说一杯啦，他就说草屯也不好，那个埔里也不好，我说国姓呢有杯，然后我就来这里找，第一站哦下车的时候我就想要进去3000宫，现在我现在这样，对，我就想要入去啊。这真的是有故事的，我那是做机缘的。然后进去的时候，那个庙公看到我就，帮我跟我点头，我就问他说：“你们这里还有没有位置？我喜欢这个位置。”我说：“你们这里有没有位置？”说有，然后事后我才知道说，其实他也在找，他也在找房客。他那天8点多的时候，就是当天8点多的时候，他去跟里面的神明讲说：“他要需要，这处卡哦，较好的不然这还有一个位置，知道吗？找一个处比较好，他也心明拜托，结果我11点就来了，就来到这，我感觉这真的很好，很淳朴的，空气又好，人也很好，我在这边生意真的不错，有一席之地了。对啊，你讲说在草屯埔里，其实它跟嘉义市一样，都是很市区，然后比较竞争啊。对，我觉得竞争对我来讲，你的东西虽然固然好吃，可是你要等到客人发现，发现其实要一段时间呐。你那段时间你的房租、水电费，可能就给你加死呀。你无法度啦。没有，我等想讲安尼，不要紧，咱落单嘛，无差，伊只拢空的啊。来的时候这里都是露天的，就空地啊。空地啊，我和我儿子就是整个把它架好。慢慢的两个去组合看要怎么动线比较好，就这样做大部分他都去上班我都一个人很懂这样相对房租也便宜嘛，对压力也不会那么大，对，很便宜啊，他这边的房租差好多，真的很便宜。
就很好商量就对了，很好商量，对啊。好，那你从早期在嘉义做吃的跟在这边做吃的，你东西有没有改变？有，本来是做什么吃的？那时候做的是鸭肉饭啊，有油饭啊，有炒面，还、啊、有一大堆的汤，都豆豉丸啊、汤啊、啥拢有啊。所以较麻烦。麻烦啊，佫有就是你的修正嘛，你来家国城的时阵，遐汤拢坏啊，就惊。我儿子跟他讲，单纯就好啊，你又一个人在做，哎呀、啊，他在饭店，所以有些流程他很厉害。那、啊、让我自己在独自作业的时候，很快速的就可以呈上来。就他可以帮你做很多半成品，哎，所以你加热的让上菜，对对，让上菜，因为咱哦赚钱爱紧，哎，速度嘛爱紧，翻桌率嘛爱紧，哎呀、啊，上重要，咱的物件爱好吃，哎呀、啊，啊。我也是很感謝這些人給我很多機會啦，因為他沒有機會禮拜給你，你也沒有機會去送你這麼好吃的菜給吃，互相認識的，對對對，他互相給我機會，我很感激他們，他們每個來的客戶我都非常用很感恩的心。可是你剛來他們應該對你蠻好奇對不對？因為你是外地人啊。對啊，然後又一個女生在做嘛。對啊，有時候進來的時候他們就覺得說，那個感覺就覺得說，他那種態度就說能吃吗？还不是长得还可以，哎、欸，会有那种让你那种感觉啦。啊，后来吃一吃哦，真的态度都不一样。吃完了以后，他们就是回去都一直跟你谢谢，一直跟你再见。因为为什么人的那个味蕾哦，你锁住他，心情好啊，啊，对你态度会不一样，是真的。真的好吃，对你就改观了。对，整个改观，态度都不一样。像那个酱汁啊什么的，都是我儿子自己研发的，饭店都在用，哎，饭店都在用。啊，我们虽然是路边摊，也是饭店在用的东西呀、啊。这中间你自己应该有学到很多东西吧？真的学很多，我也是吃很多苦来到这里，才觉得哦，有觉得说哦，我们的东西被人家看见。哎，你以前在当妈妈的时候有自己煮吗？很少。很少，因为都上班嘛。上班，因为我都很少自己煮了。来这边才重新开始。对，就是做菜以后就重新对吃的东西就是也有兴趣了哦。生病以后有时候会自己煮，啊，颠覆了那些感觉说，哎，你本来想的是这样煮，啊，结果他说不行。他也算是我儿子，也算是我的师父。嗯，而且我相信以前你上班的时候应该讲物件拢较青菜。较青菜啦，啊，然后可能讲句。不讲究啦，还有快速，然后我又很急性子，哎呀、啊，其实不能急呀、啊，可是这种个性没办法。所以你人生最大的挫折是不是就离癌？也是啊。然后最快乐是不是在现在？最快乐是现在，哎，现在是我最快乐，因为我觉得说我有一个舞台，我的东西我敢跟人家说很好吃，非常好吃，啊，尝试看看，这种话要你的东西有到那里呀、啊，才敢讲。可是我很敢讲，然后客人有时候要走啊，我就跟他说，他们就看一看，就想说不要了，要走，我就说不要走啦，哦，那给我机会嘛，进来吃看看，我都会这样跟他说，你们不要错过。因为你以前卖衣服就很会跟客人应付，对吧？是，因为我觉得以前我卖衣服其实生意真的很好，我在嘉义哦，其实蛮多人都认识我，别服装街啦。哎呀，是不错啦，啊，大家拢无去嫌，哎呀。好，那当你决定在国姓落脚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先去街上吃一遍，还是看一遍，看大家拢卖啥？我去看一下，哎呀，去遐看一下，食一下，啊，了解人是拢卖什么。啊，我是觉得卖东西哦，有一个地方很重要，你就是要有一点差异性。差异性就是你们这边没有的，啊，也比较传统的东西，我会觉得比较 OK 啦。哎，我们这个是算主食嘛，饭类的啊，肚子饿一定要吃的啊。所以你的物件就是来家了，都嘛应该有修正的过程，对吧？有，伊本来无鸭掌饭，啊嘛无红烧肉，哎、嗯，啊迄拢是来这个家拿鱼酥来，啊然后就是送我一包，啊我就想说啊，不然就拿来卖看看，啊结果哎、欸、反应还不错，啊我儿子在料理上很厉害啊，他就说妈妈我们可以哈把它。来做那个鸭掌盘、鸭掌饭，好、哦，宜兰鸭掌生意也都不错啊。就是较特别的，嘿，较特别。你看，咱家无鸭掌饭，咱家嘛无高丽菜饭哦，对吧？
咱家嘛无红烧肉饭，其实你都把它的差异性拉出来了啊。这里有没有土豆鱼羹啊？有，还小地方啊。小地方拢是卖饭，无就卖面。啊，若卖面就是传统的，什么瓜莲啊，是大概那些口味。很少有红烧肉，也不错啦。他们有他们诠释的东西，他们应该有他们好吃的地方啦。啊，我的个人是觉得说，我儿子什么都会做啊，这个差异性就把它拉出来，没关系呀、啊。反正你就做一些招牌菜，嗯，他先帮你料理好就对。对对对，他都要常来料理，他只要休息就要来料理。嗯，帮你备菜的。备菜，像矿肉啦，还有那个卤肉，那个都很重要。嘿，啊，鸭那个笋干，还有一些粉肠啊什么，反正他要做的东西很多，还有酱料什么的。嘿，啊，你一个人，所以你每天其实从开摊到收摊都要有很多自己的步骤，对吧？袂当乱，就是要照顺序按照。我家己都有一个 SOP， 系啊，安尼你咧做工课较会紧啦。我来的时阵一定爱车两车来，我用个三轮车，诶，饭店咧用个三轮车，嘿，就上两车来。啊，要回去就塞一车回去安尼，系啊，啊，伫这附近尔。真近啊，嘛足感谢内底人甲我帮忙。我内底三千九的这公司啊，二三千多组啊，足甲我帮忙。嘿啊，因伫遮你一定有感受到的。嘿啊，啊，我感觉咱人哦，嘛是爱家己骨力啦。嘿啊，我到红路我拢会来，只要唔是我休困的时间，只要袂甲我飞走，我一定会来。所以你有感觉真正骨力，就是冥冥之中就有一些保佑吼，人家就会保佑你。因为像有一次去年呐、啊，下大雨，下非常大，我嘛是好满清嘞来，哎，人做那只结构个阿伯阿尼阿扎实，嘛是拢会那阿好那做安尼，哎呀、啊，我觉得很多事情都是可以克服的啦，哎呀、啊，辛苦哦，如果你有代价啊，你又有兴趣，你就会很开心。所以你来这边做，其实还要一边养病，对吧？嘛，现在随时调理自己的身体嘛。身体我都会，早上我都会去运动，我会拍手工，还会慢跑，啊、做一些就是有的没有的动作这样子。啊，晚上我会仰卧起坐，你那时候刚离啊，你会不会觉得很怨恨、万分？我变呢，我嘛是个接受啊，我就想尽办法，想讲看要安哪来料理我的身体，你知无？啊，然后我的服饰店生意很差，啊，其实，在那时候我真的蛮困难的，就是你要出院，对，你要出院的时候我都没有钱出院，哎呀、啊，还要跟别人借，跟姐妹借。其实你一路上很辛苦，可是我感觉你还是很乐观呢、欸，就是你在这边都是笑嘻嘻的。对啊，因为我觉得我的客人吃得很开心，我就心情就更好。对啊。啊，因为他们满足他们的味蕾啊，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菜做好，这个很重要。嘿，我再忙啊，我什么小动作我都不会凊彩啊，每当凊彩，你这你去看阿无闲，我们每一个步骤都每当减掉。我囝嘛安尼甲我讲，嘿啊，啊伊咧做菜伊嘛是做鸟毛的，嘿，伊咧做菜吼都做专注的。啊，你想阮讲吧，比阮骨性你知啊，生意真正做好。差不多吼，来啦！我讲我要烤肉饭，啊啦，就要食较特殊的。伊当然阿香加红烧肉嘛，拢卖啊真好。不过伊拢是排名第二、第三的，烤肉是第一的。啊，搁阮的鱼羹。烤肉要好食，是毋是要肥瘦适中啊？对，啊还有就是制作的人很重要，你要不辞那个辛苦，因为那个做搞工的，哎，真贵煞，啊，搁有足侪美甲的。嘿啊，做搞工的啦，嘿啊，伊十个啦，入去做出来，拢嘛那咧三温暖的，规身躯干。哎，唔过伊讲的不要紧，你每一个动作拢袂使无去马虎，嘿，袂当马虎，嘿啊。啊，你来这边有比较复杂的菜是你自己在这边要准备的吗？其实没有，就是小菜盘他都做好了嘛，啊，都教我方法，我就是拢家己放伫个。吃出来啊，放伫冰箱，你咧烹出来，你紧，你加热都紧嘞。说实在嘛，足少人喺个炉搭咧放迄个微波炉诶，嘛阮兜呢。可是还是有很多食材要准备啊。你自己跑市场吗？
就是我都有固定的买菜的人啊，那肉类的都是阮儿子去处理的，伊拢走去甲玻璃，伊将迄个人个台甲坐车底下迄温体猪诶去摕。较中盘就对了。嘿，无伊无算中盘，伊算一般诶，迄种迄个低点哦。啊，伊是抬足侪只，安尼较好，咱卖用进口诶。哦，伊量较大。嘿，抬较侪，啊，阮甲伊算合作安尼，嘿啊。啊，伊大概若要制作，伊拢爱走去玻璃去甲遐物件摕转来，啊，才开始制作。有当时是制作了几工诶，拢伫内底。嘿啊，除非我外口真正无用未起啊，我甲伊甲叫出来，嘿啊。好，你真正来遮国庆这段时间，有感觉家己的身体变较好啊？有啊，因为遮的风景好，啊，空气好，啊，加上我家己嘛搁咧运动，啊，搁有人客食甲足欢喜的，啊，我家己嘛足快乐的，系啊，所以我感觉我身体比以前较好。你即马敢有家己的娱乐？就是你家己的假日？有啊，我星期二休息呀、啊。啊，拢去倒？我星期二休息，我就是啊，有个。检查衫，我拢爱前置作业的时阵，我拢会先甲做起来。啊，工课做完了后，有时阵我家己就去行行，啊，家己学倒摆起来，看要去保利，还是要去草屯啊？系啊，行行。啊，就自己找事情。啊，不然有时候就是跟我儿子出去吃个饭这样。系啊，啊，我就感觉足轻松诶。你若食别人诶，你敢会特别注意它的味道，看人诶是有一寡优点？会啦，咱来吸收人诶优点。系啊。啊，我较爱食，就像安尼罗丹的物啊，啊，人的特色小吃，我较爱食些。我等到即马较袂爱去餐厅食，可能是囡仔拢咧做诶吼，你着袂讲对迄种物件较无兴趣，毋是讲歹食，是咱着较无遐兴趣，系啊。最后来到这边，有没有交到一些比较好的朋友啊？来到这里有啊，我的客人都是我的朋友，我看到他们的开心，然后我们的里面的三清宫的最公叔啊，甲三清的做嘛是我的好朋友啊。你会到处去拜吗？我不会，我都有一个月，有时候都会进去拜一下这样子。你去拜？不会，我不会说特后白少安尼啦。讲起来，第一无时间啦，啊，第二咱都伫遮，啊，咱伊嘛甲咱做照顾。嘿啊，我甚至来到遮的时阵哦，因为你会不放弃，你知啊？我伫二水生意无好嘛，啊，其实一般的人拢放弃啊，无可能会阁要来遮啊。我无放弃，我来我找到这了后，心灵帮忙啊，来到这拢无厝通住哦，但已经找好啊，我无厝通好住，我另去找就讲，我讲啊拢无厝通住啊，啊要安怎你帮我倒水好无？伊讲，边有三个十波人就讲，人无厝通好住啊，三个他们就帮我找，我很感激他们。哎呀，到现在我都很感激他们。所以你人生如果没有离开，你还是会继续卖衣服，对不对？就不会转变那么大。有可能了。啊，其实我觉得人生哦，有时候你一个行业做到一个地方，有时候转换跑道也不错啊。尝试新的，多一点那个不一样的经历和经验，不错啊。所以人卖小吃都卖到足艰苦，你卖到足快乐。没啦，我是感觉有当时啊，真正足热，因为咱这吼是布棚尔。真的很热，像今天中午也非常的热、啊、客人进来吃到大粒干细粒干，有时阵拢已经拢挤满了，你知道？我看人咧吃，我嘛感觉对人真歹势。啊，不过这所在就是安尼，系啊。啊，我看他们吃一次也蛮满足的回去，啊，要等下讲啊，头家娘谢谢呢，哦，足欢喜的，系啊。而且我发现你的物件其实翻桌率足紧的吼。嘿，翻桌率足紧的，因为我嘛足快速，系啊，送餐的，啊，所以咧吃嘛足紧的。系啊，啊，除了有当时啊吼，你若一届吼，即要，因为你若假日啊，迄录音课真济，啊，一届拢一二十张迄落单来吼，有时阵吼，会小可 delay 着。哦，你是指有时候他们也会外带就是？会外带啊，有时候是十几张的单哦，就是做侪张无同款的，啊，做侪组的，啊，你变成讲会做袂起，会乱掉。而且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而已。乱倒是不会，客人会等不住，然后有时候他们刚好有跟人家约还什么的，哦，对人感觉真歹势。就是假日较赶的，因太较赶，假日六日拢较赶。啊，无我六日到有做中昼的，我平常时拢三点半开，拢做到十点。啊，我六日拢加，中昼有做，啊加暗时八点半就收啊。哎呀，所以平常就是在地客啊。嘿，平常在地客，嘿。啊，那六日就是在地客，佮加上外客，嘿，啊，你就会真正叫做无闲的。
我都嘛爱卡位数好在，啊无有当时啊，其实嘛是该请人嘛是爱来请啦，哎呀，嘛拜六礼拜嘛是爱来请人，无家己一个真正有时阵哦，客人一二十张的单来，你真正我都 hold 不住，你只有一双手而已，真的。所以你这样子一个人这样子做几工，有时候会不知道累哦，回去才垮掉。哎，回去对，回去，然后我儿子有买个那个泡脚机呀，泡一泡，哎呀，啊做个仰卧起坐。好啊，有时候就是喝个红酒啊，啊看看电视啊，就睡觉这样。啊，你为什么会选择三点才开摊？因为我早上一定要运动，对运动我是觉得说，嘿，我想要运动啊，运动回来我就做一些前置作业，做做了，我会去困一下，困到一两点钟啊，我到点半我就开始来接款了，看看差不多要两点，我就来接款了，啊，看看差不多三点半，看我都接，嘴爱滚啊，是，嘿。好，谢谢。没啦。